大家好，大家睇紧嘅系丰泽产品 GPS， 我系导航员市场推广部嘅 Lowell。今日同大家导航嘅产品系 Lenovo Yoga 9i 第七代手提电脑。Yoga 9i 第七代手提电脑二合一时尚金属机箱，全新 Intel EVO 平台引进第十一代 Intel Core 处理器，标高生产力，具备 Dolby Vision 最佳化14寸最高 UHD 荧幕，视觉画面震撼，仿如身历其境。创新的旋转音箱，立体音效临场感十足，效能高速，反应疾速，电池长效，画面更加是精致无瑕，新一级质感有型不变，集合所有优点于一身，由 Lenovo 和 Intel 共同设计，创造极致生活和工作体验。 Yoga 9i 结合全新 Iris XE 显示卡，远远超越一般的整合式体验，反应灵敏，使用创意软体，多功处理好几个程式。旋转音箱配备 Dolby Atmos 喇叭系统，无论是不电模式、帐篷模式定是平板模式，它的360度环绕音效令低音深沉，高音清澈，用家可以尽情身临其境，享受最爱的音乐和影片。手提电脑引进最新 AI 技术，能够以最佳效果运作，轻松享受，舒适又便利。今集丰泽产品 GPS 就嚟到呢度啦。今日为大家介绍嘅产品系 Lenovo Yoga 9i 第七代手提电脑。有兴趣知多啲嘅朋友可以上丰泽网站，同埋记住 download 丰泽手机 app。当然都可以去门市揾我哋嘅同事了解多啲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